盘点老公藏私房钱的离谱操作。前几天意外发现老丁的私房钱。悄悄缴获。Tomorrow。一大早假装帮他到了。干嘛呢？你这不满了吗？我帮你换一下啊。这点活还用你干吗？这点脏活我干就行了。这让你干还能是人吗？那你自己换吗？换呀。干点活怎么这么磨叽呢？这塑料袋太脆弱了，这么一弄这不就破了吗？得慢点弄，这太容易破了，下楼道。再说搁家里倒也不卫生啊。不是，你把里面的袋子拿出来扔了不就完了吗？这搁家里倒也不行，也不干净啊！我再说搁家里不就乱了吗？我累点就累点呗。赶快找手机。这是我藏私房钱，全给你拍下来。看他发现钱没了，那啥？你穿着让我们开启后门。这是几小时前，师傅安装净水器的时候，在下水管上发现的。我假装不知道，看看老公回的啥吧。那我叫师傅装好了。不是说好了我来监督安装吗？那有啥呀？人正常走了呗，刚走上这咋的了？你这么紧张干啥呀？装这柜子里的。不是你不用走，我得看这会儿。这个柜门你别乱开，这管什么你都不懂，知道吧？行。这护板多清甜，给你呢，你休息吧，躺着。你不躺会儿啊？我晚上拿这个手机做饭，我准备你吧。赶紧打开提前藏好的监控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一时间想的还是自己的私房钱，不知道当他发现空空如也。夏天来了，小师傅给装个厨房空调，结果有点沉啊。你笑啥呀？后面有点脏啊。丁回来了啊，装完了。不是说好母亲节送妈妈的吗？你怎么没装？这不得夸我醒悟啊，你咋这么紧张呢？啊，我紧张啥？这不装完没说什么吗？没说什么呀，装完就走了。可以演演，回屋演演。正好我收拾收拾，下面肯定全是灰，我收拾收拾。你收拾啊？对，这不大男人应该干吗？大男人以后就应该干这个活，明白？你躺一会儿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赶紧打开提前放好的监控，果然第一反应是搬出冰箱。估计这是强迫症犯了，我早就发现这个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你干嘛呢？我是这个房东，全都要。缴获老公私房钱，下巴差点。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？你把他话给我拿下来。这个太沉了，拿不动。拿不动。不给我拿，我就自己找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你，我去拿。果然是没让人失望。两米多。那这俩呢？注意看他的手。这屋里静，属实有点不小。你糊弄谁呀？终于答应拿下了其中一口罐，先做准备工作。开始拿了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这什么？福字贴上是寓意。福字儿？哎，这怎么？哎呦我天，怎么鼓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趁老婆不在家，我本来想给你们展示一下魔性的隐藏作用。这是我拍的素材，不谦虚的说，我认为这应该是教科书级别的藏私房钱教学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摸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啊！看到最后，你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哎。
哈哈哈哈